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这次又来挑战超级的花园中的幼女。上次大绝放太快被拘掉，这次再来尝试一次。基本上来讲，可能这次就不用两次爆发了。我想说一次爆发，集中火力应该比较攻击力会比较够，所以这次我就不选牛魔王。我选择了CD5的黑狗。好，现在就为大家来示范。我开场小魔女，我会先把她 KO 掉。哦，很好，这样就可以出 CD 了。哦，燃烧史莱姆的话，攻击力4000多，可是 CD 有3。哦，这时候先把一些杂毒消掉。哎，下手太重，那这个就没办法控制了。那天降的猪的话，部分的话是比较难控制的。一样先杀小魔女。我希望先杀小魔女，再杀史莱姆。那火箭女的伤害比较低。哎，对，跟我预计的一样，那就比较好打一点。哦，还是 GG。基本上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技能 CD 都是5的，所以早一点出道也是 OK 的。这次我先打算消掉我的木珠。再来一个全体攻击，要小心一点，至少两康以上，不然到时候被狙击的是自己。哦，增加一点康火，不需要比较多。又天降了，无法控制。第五小关的话会有燃烧史莱姆，所以这边的话还有个三 CD， 所以我可以稍微再除一下 CD。哦，又中，没算到，不过不影响。目前是还在我的计算范围内。哦，很好，9 CD 嘛，那我打到 BOSS 的话，这样应该是够。不过人总是贪心的，哎呀，又忘记了，又出道。哦，像我，因为我CD 够短，所以水里我都可以放。技能确认的部分把它关掉，游戏会比较顺一点。哦，像这个啊，两边都是。好，可以把它 KO 掉了，除的差不多就可以到下一关。因为最难打的还是 BOSS 啊，其他的部分应该都还好。哦，这边的史莱姆一样，他血大概有30000多。哦，我是建议一波就把它处理掉，因为没有必要冒那个风险去除那个 CD。
哦，常常会遇到同 CD 的，这个也是要稍微留意一下。哦，剩一只就还好，攻击力就很弱了。我尽量增加多一点combo数。哦，砸住消一消。水的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不能转也不能攻击。哦，有两个同 CD 的小魔女，至少先指定其中一个，可以群攻的话我就会群攻。虽然说只有两康博，不过威力还是蛮大的。哎，出锤一直没死掉。可以看到我连的 combo 也是很基本的，大概三到五而已。哦，所以假如有那种六 combo 以上的高手来讲，应该是很简单的。那像我这个六七 combo 都是天降。哦，因为现在 CD 除满了，所以如果可以杀的话，就尽快把小怪都杀掉。还有点手残。好像这时候就比较危险了。因为我这个 CD 转的蛮快，所以我现在转心来补一下血量。有时候三用指定的话，可以让你比较可以避免一些状况发生。我遇到两个 CD 一的火女巫，哦，小魔女、大魔女、大魔女的部分。哦，还蛮痛的。血量有点少，这样打起来会有点吃力。先转个猪吧。我目前我没有攻击猪，所以我就只好增加康博来补自己的血量。哦，我会留一些新书，哦，等一下可以来继续攻击，继续补血使用，我怕点要卡心。哦，真的，两回合几乎都快要把血打掉了。这时候就先转个新书。
手很残，不太到血。所以场面台面上的水珠又一大堆，这时候要考验一下自己的技术了。天降一下，哦，大家在。我现在打有8000多了，我还是卡一大堆新珠，真是麻烦。卡一大堆水珠啦，然后你不要珠，它就一直狂掉。这时候1、2、3、4、2、4、6，木的6颗，光的7颗。还有 CD2、CD3， 先转光看看。没什么把握，而这个又要3回啊，2回合。嗯，3回合。3回合，如果我的木屋女开出来的话，可以撑3回合，等于是外加他出手的1回合。那我决定，我现在先把新珠转出来。珠珠排列也是蛮散的。尽量达成多一点的抗波数。哦，这个是我技术的极限了。哦，10000多的攻击力，跟我预计的血量差不多。我是预计把它打到血剩一半吧，血剩一半左右再来出手，可是这个风险蛮大的。把我们试着补补看。2000多滴，血量差不多了，我决定先解冻了。我会先把我的水珠消掉，顺便做攻击。补血的部分可能还好，前一场的打法大概开绝招下去，他血量大概扣了大约1/3吧，所以我现在打还蛮风险还蛮大的。这个 CD2， 这个 CD2， 我决定先不开绝招，跟他赌一把。CD1，CD1， 因为现在攻击是最佳时刻，是有 1.5 倍的攻击力。一般的血量要打，可能有一点要考量一下。一般的血量，大概33万5千。我有3只的话，1只要打100000万，10万多，因为我3只火兽。好，我决定放绝招了，不然可能下一回合没机会出手。我们跟他赌一下好了，先补血。
看那骷髅头在靠近。哦，有骷髅头了，判断错误，好吧，只好出手了。这时候就是看康博术跟天降了。那我现在最多只能再做个断开，顶多做三康博，天降就要看天降的部分。好，上天来决定了，吊一下吧，再来，再来，死掉啊 ！GG， 哦，吐血，真的是吐血，差一滴。好吧，下次再挑战啦，拜拜。